重视人生，成就生命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，迎向未来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当我们一念佛的时候，佛所有修行的累劫累世修行的功德都马上布施给我们，就像儿子叫妈妈爸爸，妈妈爸爸用他最大的爱行为钱去爱护这个小孩子。所以佛力三宝加持力不可思议。所以所谓慈悲导师，本师释迦牟尼佛百千万劫乃至奉献他的生命，所以做种种的修行终于为我们而成就佛道。就像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所以成就佛国净土是为了圆圆满满供养给我们。就像一个有钱人赚了很多钱，然后呢这个钱只要你愿意用就拿去用一样。就像我们来莲花大厦，要我们大家都要感恩我们大都黄敏才的福报，那第一卢翠婷的福报，我们都借用他的福报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大家这么肃穆庄严的来受持八关斋戒。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佛这样慈悲，也让自己有福报，因为你有这个福报，那以后你可以把福报布施给众生。所以当我们一念佛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要把自己最好的能力啊最好的福报啊布施给对方。那佛是如此，我们也要学佛如此啊。所以只要别人找你，那你要马上说我能为你做什么。那释迦牟尼佛更慈悲了，你要投吗我给你投，你要我的骨髓吗我给你骨髓啊。所以佛陀累世为了众生，就像布施给母老虎小老虎，然后呢为了救鸽子国王的身体布施给老鹰，为了救五个鬼国王的血布施给五个恶鬼道，这五个恶鬼道那后来还成为佛的五个比丘，佛初转法轮。所以每一个佛都是这样子成佛的。所以我们除了念佛的伟大的功德，我们要学习佛陀这样来布施奉献，这就是大乘佛教的特色。所有众生之所以痛苦，是保护自己，我执，我自我中心，为了自己。就像各位做生意，做生意是要服务大众还是要赚别人的钱啊？
那是学佛了才讲服务大众啊，还没有学佛以前就是这样了，像老鼠一样啊，用尽心机要去赚赢别人的钱，所以这是我们华人的特色了，就爱急了啊。但是我们学佛了，那我们要开始改变自己了，所以把自己最好的是为了服务别人，那你才会开悟。为什么以前用尽心机赚钱只赚一万块，现在想尽办法帮助别人居然赚一百万，哪一个划得来啊？那你就开悟了，所以就不会用自己的想法，而会站在众生的立场，这就是学佛的开悟。哇，越慈悲越帮助别人，得到的越多啊，越吝啬越保护自己，失去的更多啊。所以佛要我们最后啊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完全没有自己，而圆满的大悲，去帮助众生，利益众生，这就是佛伟大的地方。所以在念是念佛慈悲导师，学佛慈悲众生。那希望大家学佛以后，我们要开始改变这个个性，把自我自私的个性来变成我服务你啊。今天你的儿子结婚啦，娶了一个漂亮年轻的媳妇啊，这个做婆婆的很高兴啊，哎，我可以开始来帮助这个媳妇了，对不对？那学佛的媳妇如果有学佛，哎呀，我又多一个爸爸妈妈，我要好好去孝顺他们了。那如果两方面都有这个思想，请问家庭会不会和谐啊？就不会对立。现在这个社会的充满对立啊，国与国之间，宗教与宗教之间，民族与民族之间，商业团体商业团体，所以现在所谓国际贸易战站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所以包括宗教之间的冲突，那唯有佛法的这种无我利他的思想，那太伟大了。所以各位，今天你为什么要来受八关斋戒？为什么？好厉害啊，为众生，请站在台上去就是要有这个思想了，你要有这个思想，别人就学你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开始培养这种利他的思想啊，一切都为众生，穿衣服走路。所以今天大家来受八关斋戒，是为众生，为马来西亚，为整个地球世界，为所有众生。那你这样一想，做皇帝目的就是要掌控别人，影响别人，增加自己的被尊敬。但是做一个菩萨，有没有自然在影响世界啊？他知道他守了八关斋戒，最深的无间地狱，最高的天，包括诸佛菩萨都为你以发这样心来守八关斋戒而高兴，请问你的影响力大不大？所以懂得佛教的人不想做皇帝啊，我在家里送个地藏经，整个马来西亚都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！我在这边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加持到无间地狱，加持到六道众生，因为你有一个广大的菩提心啊。所以如果各位有这样心态，你不会执着了。不然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我希望我有钱让人家知道，我希望我今天穿新衣服漂亮让别人知道，我想要赢过别人啊，我想要征服别人，甚至花了很多钱要来做官啊，做最高的国王皇帝，这样我很骄傲。但是你学佛了，哎呀，缘起性空，任何一个起心动念都在影响十法界啊！念一下，一心造十法界，你的念头一直在影响佛啊，你的念头一直在影响恶鬼道啊，所以你的念头一直在影响这个世界啊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单独存在，凡是一切存在都是因缘和合互相影响，这个道理知不知道？大家都知道了，所以才有善恶因果观念，帮助别人，帮助社会。事实上，那你就得到一个善业，伤害别人，伤害社会，伤害众生，你就造了一个恶业。这是自然的道理，跟你是不是佛教徒没有关系。念一下，诸法因缘生，
诸法因缘灭，所以凡是善恶果报都有它的因缘，所以因缘所生。但是凡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无自性空，因为一切都可以影响改变，没有永恒不变的，没有单独存在的。所以各位要有这种观念，念一下：生命一体，世界一体，众生一体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马来西亚，我就是山，我就是水啊。所以你杀动物，然后动物就杀你，你救人，那人就来帮你。原来我们跟整个世界众生都是如何，念一下：息息相关，互相影响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多人一起来发这样子的无上菩提心，来受持八关斋戒，来保持正念，请问整个世界有没有被我们影响啊？各位，你现在就是皇帝了啊！你已经在影响了整个法界了。所以我们保持一个正念，所以佛之所以叫佛，他永远在影响这个世界，因为他保持在真正的空性的平等的禅定，跟对所有众生的大悲心。这个就是我们学佛要找到的。来念一下：找到自信，如实知自心。你要真正了解你的本性，你的自信一直是圆满的，一直在影响着世界的。但是如果你起了贪嗔痴分别心，所谓的自私骄傲贪欲嗔恨，那我们又在破坏这个世界了。首先你被破坏的是你的身体，心不清净则肉体不清净，爱生气的人心脏不好啊，生闷气的人肺部不好啊，忧郁的人胃肠不好啊，骄傲的人骨头不好啊，计较的人头痛啊。因为你一起心机，而你的身体就不好，事业就不好，家庭就不好。所以各位今天恢复八关斋戒这种正念，进阿罗汉，那也升起无上菩提心，请问病苦会不会消除？业障会不会消除？车祸会不会消除？都会消除，而且不会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，而且种下将来升天乃至往生净土成就佛道的种子因种下去了。所以八关斋戒重不重要？所以不用回家了，就留在这边吧，大家就一辈子守着八关斋戒来利益整个社会，好不好啊？如果这一群人发愿要利益整个国家社会啊，这个世界有希望了啊！不要再自私了啊！老人都是我爸爸，老女人都是我妈妈，年轻人都是我儿女，哪一个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，哪一种生命都是我们的父母，哎，要去照顾他。这个就是佛教要建立的一个圆满健康的思想。所以我们念佛要学佛这种无我空性平等大悲，如何帮助社会帮助众生，做这样子的人伟不伟大？所以通通来出家吧，至少你要说好，然后说下辈子了，我说随缘呐啊。那当然呢，随缘下辈子这还是有一点业障，你要说当下这样啊啊，以后下回顺便请剃头师一起来了啊。那这个叫哇立根善根，就像善财童子观音菩萨旁边一个善财童子，十六岁的时候他累劫的大福报修行，他投身投胎在他家的时候，他家的黄金珠宝变得满满的，他一出生的时候家里更有钱，所以他爸爸给他取名叫善财啊。他一来一怀孕就发财了，十六岁的时候见到文殊菩萨拜了三拜，他就没回家过了，就随文殊菩萨发菩提心出家了。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如何去学习菩萨道，所以叫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华严经最重要的菩萨道的实践了。所以我想各位当你听到真理的时候你要抓住它啊，当你知道不对的时候你要放下它，好不好啊？放下它，
不要再为了世间的人事物生气啊、嫉妒啊、忧虑啊、烦恼啊，因为这些是不必要的，伤害你自己，伤害父母祖先，伤害整个法界，因为你的念头啊。所以各位要一心念佛、诵经、持咒啊，跟佛菩萨、跟佛的身口意合在一起，这就是大乘佛教。所以今天各位来守八关斋戒啊，外在的行为绝对不伤害众生，绝对不贪欲众生，内在的心态保持念佛的大悲菩提心，念法的因果空性，念生的利益众生啊，念来世的极乐世界，念的持戒的清净，念的众生的苦如何帮助众生。所以一日一夜八关斋戒的功德没有办法比喻。所以如果各位用这样子的伟大的圆满的心来受八关斋戒，一日一夜可以怎么样，念一下200万劫富贵自在。所以这个功德力回向给众生，我们大乘佛教所得到的功德，就像各位今天守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要给你200亿美金，你有这个福报了，然后这个福报是要回向给众生的，这个才叫无上菩提心。所以怀着你个人的自私，哎呀，我希望健康发财，希望祖先超度，我来世也要升天，这个叫人天福报，那你至少有20小劫的富贵自在，不会下三恶道，做人做富贵自在乃至升天。那如果各位你站在解脱，哎呀，生死轮回很苦啊，再多钱也没有意义啊，再漂亮也会老，再健康也会生病，所以希望能够为了解脱而修行，会如何来念是60小劫不堕落三恶道。所以呢，同样的行为，不一样的心态，果报不一样了。那各位，我们华人最会做生意了，所以各位要发起最高的功德，念一下无上菩提心，为整个法界众生而受戒，愿法界父母众生离苦得乐，往生净土，成就佛道。各位要发起这个无上菩提心，那你发起无上菩提心，你今天要认为你就是观音菩萨，你就是地藏王菩萨，你就是阿弥陀佛，以阿弥陀佛的身、阿弥陀佛的口、阿弥陀佛的心来过一日一夜，那你就创造了啊无上菩提心的功德啊，然后你等于在这个世界布施2000万亿的美金了、去净化这个世界了，地狱道、恶鬼道，因为你的发心，无量无边的众生超度了，何况是你的父母呢？所以念一下：一子得道，九玄七祖尽超生。所以各位，你了解了佛陀所讲的正道、八正道、解脱道、菩提道，你去实践，那你的九玄七祖脱离三恶道，你发起的解脱心，他们呢进入解脱的修行，你发起的无上菩提心，他们上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的心可以改变世界，我们的心可以净化人心，那这样子的佛性，念一下人人本具，每个人都有的，按照八关斋戒，各位好好的受持，外以八支，内以六念，那你就用佛性在过生活了。那这样你的冤亲债主超度了，车祸啊、意外啊啊，这些酒恨消除了，罪障消除了，来世呢要做人，那就富贵自在，因为要么升天，要么往生中品极乐世界，所以也种下成佛的因。所以八关斋戒功德大不大？太大了，鼓掌，随喜功德。好，请放下，各位蛮听话的。这个随喜功德是随喜别人功德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一个人受戒力量不够，这么多人受戒，我们大家念一下同享功德。哦，今天
你来受戒，我们今天所做的放生啊、烟供啊、供生啊、修行的功德互相同享，所以我们要互相感恩啊。那我想各位，如果每个人都维持这种正念的修行，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责任，不要去批评这个世界。老实说，我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很多国家，马来西亚还真天堂呢，啊，受了回教的保护啊，对我们真好啊，啊，所以尊敬我们佛教啊，因为它是一个有宗教的国家，对不对？尊敬我们佛教啊，尊敬我们基督教啊，所以人人都有一个信仰和谐，只要不要去侵犯别人，没有人会侵犯你。所以你在这边要做什么好事，容不容易做啊？很容易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看整个世界，那当然有人会说，师父最近这个经济不太好，这个棕榈卖的价钱不高，橡树卖的价钱不高，那我心里就替他高兴，你忙着赚钱谁来修行啊？啊，所以昨天来打电话说，哎，师父这一次法会那个牌位多了一两倍啊。我说对啊，局势不好，正好修行，没大钱赚，正好修行。所以修行赚得多还是世间钱赚得多啊？修行有了福报，哎呀，世间福报自然来，努力不见得会赚钱。善财童子下来有赚钱吗？没有啊，这是他过去是积的因啊，他就还没开始上班，他家就黄金珠宝一大堆了。为什么？那你要相信这个道理。所以相信这个道理的人，眼光看得很远，有钱赶快来修福报，帮助众生啊，造佛寺、盖寺庙，利益众生。那你就坐在那边呢，随便走路都踢到黄金，到处都有福田，嫁一个好老公，娶一个好老婆，生一个报恩的儿子，哎呀，福报无量。所以各位妈妈努力修行，你老公还不懂，忙着赚钱，他不知道他发财是因为你，因为你帮他在修福报啊。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骄傲，哎呦，我赚很多钱，但是他不知道说这是你默默的在为他行善，对不对啊？在回向给他。所以法力不可思议，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啦。意念呢，每一个佛菩萨的功德啊，我们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功德就布施给对方。所以各位要多思维佛教的道理。再念一下：缘起性空，三法印，四圣谛，八正道，十二因缘，三十七道品，四弘誓愿，四摄法，六波罗蜜，成佛度众生。啊，那各位要多看经典，然后呢，思维放在脑袋里面。我们的生活要以佛陀的教法来引导我们的身口意。啊，就像各位读心经，读心经呢，用空性来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用空性。那么来了解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法，所以如果你用空性来过生活，那能度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那时候你就不会被这个五蕴，所谓的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这个身心外在的世界影响了，因为你有真理的眼光去超越一切，那你就能够无苦集灭道，没有痛苦了，超越一切了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你就超越一切。所以各位要多思维佛法《金刚经》的道理，《地藏经》的道理，所以那你就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生活。按照阿弥陀佛的思想，你在这个世间没痛苦，因为你知道世间本来就是缘起生生灭灭苦的啊。出离心，一心念佛，带着所有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各位以后你可以开一家阿弥陀佛公司，我去大陆看还有阿弥陀佛饭店，住进来你就超度了啊！
那你开个公司的动机是要让别人学佛啊，边赚钱让他告诉他怎么样如理如法的按照佛法去赚钱，那你就实践了佛法，赚的钱多跟少，但是内心很实在，对不对？因为如理如法按照因果不可思议去赚钱，那你这样你会觉得佛教不反对赚钱啊，佛教不反对结婚，只是结婚赚钱社会上的某任何事情，你只要按照佛教的因果观念，也了解空性悲心，那样样事都是修行的助缘。所以各位要以法，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，哎，我不能生气，生气会伤我身体，这个生气的本体也是空性，哪有我在生气，我这个生气是因为对对方的不满啊，所以我起心动念，我又离开佛法了。那佛陀告诉我们要接受业报，再背一次，别人对待我的是因果，我对待别人的叫修行。大家都会背啦，别人伤害我那是我过去伤害他，我相信因果，但是我对待别人的要慈悲要忍辱，那你要这样来念法修行。所以夫妻之间兄弟之间甚至儿女之间，所以人跟人之间人跟众生之间，我们叫相信因果。那有些菩萨说为什么蟑螂蚂蚁都在我家，有缘呢，那你要对他布施，哎，你对他布施对他好，没几天蟑螂蚂蚁没半只了，不见了，你把他给杀了，这下带起躲掉了，他生生世世投胎来找你啊，做不一样的动物，哪一天做你孙子让你气得半死啊，生命会轮回的。所以各位了解，蚊子苍蝇到我家这是我的因果，我不要伤害他，我善待他啊。所以有一次我们台北我们借住的新店讲堂有很多老鼠，老鼠还很多跳蚤，那我们就想尽办法要把跳蚤抓起来，想尽办法要抓老鼠，弄了老半天大家都干脆我都不回去住，免得被叮了。后来再想想不对了，那请了一位上师来帮忙，那上师的动机他说很简单，这个啊，对这个老鼠蟑螂我们对他修法，修法就是对他用悲心菩提心来修法啊，那自然呢他就会离开。那我们就在看真的还假的，那上师修了一整天，过没几天老鼠跳蚤不见了，各位会不会修法？慈悲就是修法吧，你要是不会你就给他吃给他念阿弥陀佛 OK 了，但是如果你要跟他对立，然后哎呀这个业就来了。所以我们得到这个因果，我们欢喜接受甘愿受惭愧心，但是我们对他弥补对他惭愧。所以各位你心身体不舒服你的骨头痛，哎，我们要开始修法了，这是一定是我的贪嗔痴的因，再加上过去堕胎啦杀生啦太疲劳啦太骄傲啦的缘，所以果报来了。所以我们来守八关斋戒保持正念，八关斋戒的时候多修法供养布施放生点灯。那各位本来你骨头痛了，今天做一天忘了痛啊，所以八关斋戒第一条功德远离病苦，不但我们自己可以 啊你爸爸得癌症妈妈得癌症，那你更慈悲，按照药师经七日七夜修法，守八关斋戒放生点灯挂经幡念药师咒供养出家人，七日七夜父母的命运就改变了，无病长寿。相不相信？你一定要相信，这个叫念法啊，念法三世佛母。所以修行不离开身口意，所以身体跟嘴巴守戒律，内心里面保持六念法正念，那身口意圆满，那命运就改变，业障就消除了。所以第一条绝对不要杀害任何生命，第二条不偷盗侵占欺骗别人的财物，第三条今天男女之间全断淫欲，
第四条不骗人，第五条不喝酒抽烟葱蒜韭菜，第六条今天很多菩萨都穿着黑色的海青啊，庄不庄严啊？庄严，至少代表说我对外表啊不太执着啊，我现在是要来专心修行啊，所以今天不化妆，不擦香水，乃至今天不要穿动物皮毛的东西。第七条，不睡卧高广大床，今天不躺夫妻的床啊，所以睡单人房，睡地板，睡寺庙。那这今天不要唱歌跳舞上网游戏。第八条念一下，过午不食啊，晚上不要吃，所以中午吃完以后一直到明天看到光明像，这中间喝水就好啊，那这加一点糖的水也可以，这样呢过午不食。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，那改变命运就这么简单。由是因为各位今天的身口意外以八支内以六念保持这样正念正行，成为出世正因，这样就可以出离世间痛苦了，就可以不堕落三恶道了，就可以往生净土了，所以解脱根本。所以世间的痛苦，未来的轮回痛苦都可以断除。所以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二十小节六十小节两百万劫，不堕落三恶道，种下解脱成佛菩提彼岸。我们今天这一场八关斋戒不是在吉隆坡了，在国际。今天我们是用生命电视直播，台湾有很多菩萨一起受戒啊，还有卫星直播，以后各位在家里手机打开边上班边受戒啊，因为受戒不离开你的生活，受戒只是一个好的行为好的念头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以后让佛陀的正法透过现在的科技设备能够广传，所以以后我们很多中心就会放大荧幕啊，大荧幕，然后呢六斋日重要的节日大家就自己到中心来受八关斋戒，好不好啊？因为用荧幕嘛，所以我在受戒我就一直看着电视机，我在跟你说话哦啊，人都有执着啊，所以但是至少影响大家一起受戒以后呢，最好六斋日或至少初一十五我们大家法师轮流啊啊，然后呢各位，你家的电视就变成道场，你家的客厅就变成道场了，要把这个佛的力量融入家庭里面，好不好啊？连线作业，大家心连心嘛，然后呢互相创造这个共善因来净化整个世界，因为世界是我们的家，整个法界是我们的道场，身为一个大乘佛教徒要有这个广大心，影响一切，净化一切，爱护一切，好不好？要养成这个思维，那这样来受持，那变成一个广大的八关斋戒。你一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莲花生大士，请问诸佛菩萨有没有降临呢？100%，而且非常高兴的降临。佛啊，等了老半天，就是你怎么不念我呢？这样啊。啊，我成佛呢，我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念我，我才可以把我所有的功德透过你的正念供养给世界啊，对不对？供养给你的悲心所想的地方啊，我们只要按照法，那这些护法那就会来护持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要感恩供养啊，护法神你越感恩供养他就越欢喜，帮你消除障碍啊，你都不用烦恼，你要卖房子跟护法神讲一讲，跟土地公讲一讲，哇，他们自动来报道，免费广告啊！所以各位你要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世间护法不可思议，只要你动机正确，发心正确，那这个频道啊，通一切的啊，所以叫心香一炷打九天，意思说你的内心里面是正确的，那一二三四五到最高的天都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所以那各位当然你起了一个坏心，请问冤亲债主知不知道？
冤亲债主有他心通啊，随时要抓你的小辫子啊，他好好要让你生病啊，啊，如果你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，嘣，他就可以进入你的腰里面去啊，他就可以进入你的肾脏里面啊，这个叫冤亲债主。所以我们在修行，诸佛菩萨护法诸天都在随时看着我们，但是冤亲债主那个魔的眼睛呢、啊，随时24小时盯住你，因为一个要找你报仇，所以一个要保护你，这个世界就是佛魔之战了。但是呢，好不好就决定在你的念头，念头。所以各位一定要念一下降魔成道。那你要成道，那你首先要降魔，不要让魔有机会进入你的身心，干扰你的生活。那什么叫魔？烦恼魔啊！当你起的贪嗔痴，起的不好的念头，魔就来了，天子魔，那魔王波旬要找你。啊，所以呢，五蕴魔，哎，你的身心有变化，哎，他又来找你了，侵入你，所以死魔最后一个呢，哎，要消灭。所以啊，修行是降魔的过程，但是只要我们保持正念，意念三宝，那护法上神随时在加持你。所以首先大家来做大供养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供养不是因为自己。我们代表了所有法界啊，六法界众生供养四法界的圣者佛菩萨声闻缘觉护法神做大供养啊。所以各位，当你做大供养的时候啊，整个世界都被你的影响，透过这些物品的供养，要代表我们的心态啊，希望我们的心态像香一样的持戒清净，希望我们的心态像花一样的慈悲柔软，希望我们的心态像灯一样的智慧遍照，希望我们的行为像涂油一样的柔软，所以广结善缘，希望我们的供养如水果一样的这样子的圆满的结晶啊，愿力要来供养。所以十供养也代表了十波罗蜜一样，然后站在外界的行为代表身口意的十善业，站在菩萨道代表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种种，那这样呢来供养诸佛。所以对上供养诸佛代表了所有六道轮回父母众生啊，愿他们找得离苦的大悲心，那把自己融入在上供下施的空性，没有我啊，把自己融入了诸佛净土的功德，融入于众生的悲心，而忘了我的存在啊！所以要永远有这个三个正念不间断，念一下：菩提心的不间断，大悲心的不间断，空性智慧的不间断。那各位啊，经常这样练习，保持在念佛的菩提心、念法的空性、念身的大悲心。你时时刻刻都在自在的净土当中。那各位，你要调整你的思想，当我们念供花的时候，你要观想整个你所看到的任何的物质都变成最清净的花，而且不一样的花，整个变成花的世界。这个修禅修很重要，叫变观。变就是骗一切处都变水，骗一切处都变火，骗一处都变黄金啊。然后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你就会遍一处看到法啊，万法的本体你都看得见。如何利用花来慈悲，利用黄金来慈悲，但是你不会执着它，因为你已经证入法身了。但是各位要练习这个遍一切处，所以现在观想遍一切处的花供养所有佛，佛好高兴啊。然后呢，以这个供养佛的这种法喜，遍一切处进入地狱道、恶鬼道，地狱到恶鬼道都变成莲花的世界啊，没有刀，没有枪，没有伤害啊，所有众生都很欢喜，这样来上供下施，心佛众生无有分别啊，多修这个广大平等空心。我们这个人的世界还需要有太阳月亮，如果你已经经常持戒布施，请问你将来升天呢、啊、升天以后身体会不会发亮？自然发亮，天上人叫光明天，特别到了第三天呢，那不需要太阳月亮啊，时时刻刻都在光明遍照的状态。所以我们在人间多持戒布施，多点灯啊，
事实上虽然你投胎做人，哎呦，有时候你拍照你身体好像发光一样，所以凡夫的眼睛看不见了，但是这些天人护法都知道你身上有光啊，有光啊，所以一个大悲心的人，你的光就遍照了天上，天人就很喜欢护持你，哇，你是个悲心的人。所有世界上的动物都有东西吃，好不好？成为我们的责任，那就是菩提心了。菩提心是一种对所有众生的一个责任承担，而愿意去实践。所以每天我们都要甘露施食，因为所有恶鬼道没饭吃都是我们生命的责任，好不好啊？所有人类只要他们有饥饿没饭吃都是我们精进努力的目标。所以我想做一个菩萨会比别人更努力而修福报，那这个福报不是为了自己享受啊，天道天天供养，人道天天布施，各位要做这样的世界的菩萨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叫菩萨训练班啊，训练大家不要自私，训练大家发大心啊，成就佛道啊。所以很多人来说，师父我要出家，我都问他为什么要出家，因为他家庭困扰，因为他心里乱乱，这个不符合我们的。我们要出家是要开始为世界想，为众生，他改变这个心态多快乐啊，对不对啊？不要为自己而修，要为众生。那希望大家也要把日常生活变成这样，为众生，这很重要，每天都要供养，好不好？为众生，你不能说我初一十五就好，那其他都不要吃啊啊！因为做个菩萨是分分秒秒不间断上供下施的菩提心啊，分分秒秒都不间断。各位，我们上面这是什么？黄金呐、啊！你看得到的是什么？珠宝了。所以极乐世界都是黄金、珠宝、七宝琉璃构成的。所以你要这样去观想、去填补啊、去做，那将来你的净土才会这么庄严。那各位在家里要多供养经典，巴利文的、中文的、藏文的、英文的。虽然你没办法全部看完，你儿子也没时间看，但是呢，每天叫他供养一下，他就种一个很好的缘呢，将来他就有福报深入经藏，也能够弘扬佛法。各位把自己的念珠拿出来，这个念珠很重要，是我们跟佛菩萨连接的点呢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保持正念，世界就改变了啊！所以各位用我们的念珠供养诸佛菩萨，事实上你供养诸佛菩萨加持你的念珠，这个就是我们跟佛菩萨打电话的，就靠这个了啊！你不要烦恼啊，时时刻刻佛菩萨跟你在一起。各位观想你身上穿的释迦牟尼佛要交给弥勒菩萨的那一件袈裟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说好吗啊，皇帝要让你做你居然不要好。这个穿起袈裟是要承担世间众生痛苦的责任，重不重要啊？所以你要安住在无我的惭愧心的空性，然后升起的大悲心承担。所以每个人都要有供养，所以我们能够去供养给别人袈裟，你很快乐了。你供养给别人袈裟等于什么？你要把皇帝的位置交给他，好不好啊？希望你三个儿子都变三个皇帝啊！啊，愿他们都是在承担世间苦的人。所以各位多供养布施袈裟，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啊，讲出了这个咒，也是观音菩萨的功德的显现。不空，不空就是满满的地狱，满满的世界，每一只蚂蚁都得到了上供下施的功德啊！就像各位，你今天来马来西亚，你进来以后，来每个人花1000万美金啊，让大家都这么欢喜，这个叫不空摩尼。所以现在诸佛欢喜哦，菩萨欢喜，声闻缘觉欢喜，护法天神欢喜，六道众生都欢喜。持咒要这样做，你念欧玛尼贝咪吽，所有人都是你大悲报恩的对象，所有人也都变成观音菩萨，所有人内心里面都没有贪嗔之傲慢，所有众生的业都消除，所有的众生都进入大菩提心的状态，所有众生都发菩提心，要往生净土，将来成佛。唵嘛呢叭咪吽，
啊，所以各位养成习惯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你先变成地藏王菩萨啊。所以呢，还是说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大愿地藏菩萨出现了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你变成地藏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所有众生都显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啊。这个就是大乘佛教心佛众生融为一体，南无南无南无，就是学习，你学习了佛菩萨的空性慈悲，你就变成佛菩萨，佛菩萨是没有固定形象的啊。所以如果你升起了佛陀的心，那你就是佛陀的心子，你就是佛陀的化身。如果你升起了大悲心啊，你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。如果你能够影响别人都变成有慈悲心，那别人都变成观音菩萨。请问一个恶鬼道升起了大悲心，他还会做鬼吗？马上去净土。所以各位要影响众生，像我这坐在这边，有声讲到没声都在影响大家了，希望大家今天都变菩萨好不好啊？但是我要好好修行，免得我的坏的身口意会干扰到别人啊，这个不能骗人的，要里外如一。所以人都可以影响别人，你开车走路做事，你要做人的模范，众生的模范。当你有空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狗讲话，跟牛讲话，跟地狱讲话。为什么？当你内心超越了这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这个空性的时候，你已经不是你的外表了。佛陀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那你可以融入到整个世界了。所以因为你是用心跟对方讲话，这是达摩祖师说的，来，以心传心，心心相应，一心念佛，发心持咒，用心念经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那你念阿弥陀经，那你已经进入阿弥陀佛的心跟世界了。然后你用悲心念阿弥陀经，那个往生者也会进入阿弥陀佛的世界了，了解吗？所以我们为众生诵地藏经，我们为众生念阿弥陀经，我们为众生念唵嘛呢叭咪吽，那就是要让他进入这个世界。哎呀，佛法伟不伟大？那大乘佛教太殊胜了。但是各位啊，经常保持这样的心态，每天在家里上供下施哦，20分钟、半个钟头修行，一个钟头保持在佛的这种悲心的状态啊，所以别人看到你就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今天你念地藏经，你身上有地藏菩萨的力量；明天你念药师经，你身上有药师佛的力量。这个力量干嘛？让对方得到药师佛的加持，让对方与药师佛平等无二。所以每一个佛成佛以后，都希望众生跟他一样平等无二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让你坐在莲花，有如阿弥陀佛一样。但是有一个思想是消极的，他认为说念阿弥陀佛是死了才念，死了才去极乐世界，那活的呢？活的要干嘛？那错了。当你念阿弥陀佛，你已经显现了阿弥陀佛的庄严了。但是各位不是说你的头长了好几个包跟阿弥陀佛一样，那你要着相了。我们讲的是佛的心，佛的心啊，你跟佛的心一样，就显现佛的相跟功德了，去庄严了。那你自己变成这样，那你的父母祖先冤亲债主才会变成阿弥陀佛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转化。佛教呢，修仪轨、念佛、诵经，都是在转化自己，进一步转化众生。所以养成习惯，当你在念唵嘛呢叭咪吽的时候，十方诸佛的悲心就融入在你心里面了。然后你透过你这个悲心念唵嘛呢叭咪吽，就转化众生的烦恼心，都变成悲心，悲心，悲心，都变成是悲观音。这样伟不伟大？所以你会念不完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，真不想停啊！因为你一直在转化这个世界。请问冷气能不能停掉？不停了，你停了大家跳楼啊！太热了，这个五浊恶世太痛苦了。所以各位不要停止你的悲心，利用你工作的时候保持正念啊，不是工作一直念唵嘛呢叭咪吽，是保持这个悲心来工作。保这个无不执着的空性悲心来工作，来炒菜，来开车，那就通通在转化这个世界。难不难？一点都不难，要不要而已。
不然你要看到帅哥美女就咚咚咚咚又乱了，赶快转回来啊！看到那个麻痹，不要钱啊！人就是因为有这个分别心、贪嗔、傲慢、嫉妒，所以那你的心就乱了。所以透过八关斋戒，透过自己在家里上供下施、念佛诵经，恢复恢复。你一恢复，事情就改变。不要烦恼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！医生说我要开刀，怎么办？你越烦恼越生病，医生说你要开刀，哦，我赶快保持正念开始修行。然后呢，医生说你下个礼拜来检查，我这几天认真的修行。下礼拜去检查，医生说奇怪，那也不起，你的什么白点黑点不见了啊，所以你的痛苦消除了，这你自己知道。所以各位佛学佛的人不要怕，也不用用心机，在因上努力，果上一定随缘。你只要碰到任何烦恼，你不要怎么办，我老公跟我讲话这么冲，你很难过，那你会火上加火，会让你业报现前啊！你跟对方吵架，你赶快嗡嘛呢呗咪吽，地藏王菩萨保持正念，然后你这个正念就在影响对方，对方就被你转化。请问佛的力量大还是世间的力量大？佛力不可思议啊！虽然我们是个凡夫，那有些人就不相信佛力，只相信自力。我一个人哪有办法回向那么多呢？我的功德力不够呢？那你太自以为是了。学佛大乘佛教，所有用的都是三宝的加持力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去帮人家助念，不是你会不会念，而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、悲心去为对方念阿弥陀佛，对方会不会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啊？100%，只要你有信心。但是你这个信心不够呢，阿弥陀佛的力量就不够，了解吗？你对阿弥陀佛、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够，哎呀，这个世间的事情都是幻化的，如幻如化的，那阿弥陀佛一定能够帮他去极乐世界。那这样我们去助念，自己也在净土了，也帮助对方去净土了，也让他们家里有如净土一样，快不快乐？所以各位要天天保持这样，我们来受八关斋戒，就要训练这种圆满的心态。把这个圆满的心态用在你的日常生活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回到你的世间公司，你就发光发热了，太重要了。然后呢，慢慢的，天天都在修行一样。如果明天要带你去见马来西亚的皇帝，你高不高兴啊？高兴啊！哎，见见看啊！事实上，我们每天都在跟佛陀相见啊，十方诸佛的净土都在我们心里面啊。当你为他做供养的时候，啊，诸佛菩萨皆现前加持，而且呢，我们的悲心是要把诸佛菩萨的功德布施给所有受苦的众生，那这个叫修行啊。那各位要保持在这个样子的状态，你这样的状态，你就已经当下就在净土了，你当下就在佛的状态啊，佛性，这就是佛陀告诉我们当下超越痛苦的方法啊。当下佛教。过去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，当下马上就实践空性，马上呢就让它圆满，也不执着。所以那各位要经常这样练习，也不要有一个期待说我现在这样做，我希望就我儿子的癌症就好起来，无求自然不可思议啊！你身体的病痛，当你很病痛，各位都听我讲，我有一次我年轻有头痛的习惯，因为以前爱喝酒啊，想东想西啊，这个头脑都在想钱钱钱钱钱钱，想计较爱想啊，头有问题啊。那我修行了，哎，一头痛我就赶快拜佛啊，观想佛，起来以后我都没有痛，因为我没有说我希望不要头痛，我只是转念而已啊。因为过去的业还是会来，但是我转念进入佛的，所以你拜的时候，你的观想。你的头变佛的头，你的身体变佛的身体，这样就好了，就转念了。啊，你这一转念，那光明一起来，黑暗就消除。你不用特别消除黑暗，光明起来，黑暗就消除；悲心起来，痛苦就消除。不要有所求的来修行。如果你有所求的来修行，会达不到目标。不但达不到你的目标，你将来会退转，会毁谤三宝，不好了。那拜老半天。师父，我地藏经念了100遍，也还是如此。这样啊，那你不是在念地藏经，你是在念发财发财发财这样，因为你的动机都是在那个有所求的。
所以各位，你要把世间的暂时放下，八关斋戒，不管你得癌症，不管你有什么快乐痛苦，放下，融入在佛法，就像你在家里修行一样，念地藏经，念阿弥陀经，打坐持咒，修仪轨，做烟供，你都很专心，好不好啊？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报。再念一下，专心就是天才。所以我每次啊，我一直要不管我哪里不舒服，世间的事情纷纷扰扰，然后呢，因为你要处理世间的事情，我就很认真的去观修修行，事情就圆满了啊，我的智慧也会开出来，我就知道怎么一二三四怎么解决了啊。那你就了解了哦，原来哎呀，有佛法真好，什么都不怕。医生说你得癌症，哈，正好修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真正的生命是你的空性悲心呢、啊。如果诸佛菩萨要我现在死，哦，我就现在死，因为我可以换一个更庄严的外表境界来利益众生嘛，对不对？我接受它啊。而不是说我今天这样修是希望我癌症好起来，我今天这样修是希望不要有所求，这个叫空性，以无所得故，以无所得故去实修菩提萨埵。各位要了解这个意思，专心在佛法上面，专心在拜佛念佛持咒，随便你修什么，专心天天去布施水，那个时候超越了，超越了啊！因为你在想什么你都不用讲，佛菩萨太慈悲了，你在想什么佛菩萨知不知道？你在痛苦什么佛菩萨知不知道？一样的，你妈妈生病，你专心的念大悲咒，佛菩萨知道你妈妈生病的，佛菩萨会创造最好的因缘让他碰到最好的医生，让他懂得因果道理。但是你只要专心一直念大悲咒啊，养成这个习惯好不好？养成这个习惯，所以你的心才是你最好的善知识啊，你的心随时跟佛菩萨的功德连线，那透过修仪轨拜佛，任何佛教的修行都可以，然后慢慢你的生活变成修行，开车走路上班煮饭吃饭都是在修行，那你就已经 OK 了，请你去开个寺庙做住持吧，开始把你这个方法告诉别人了、啊、不分在家出家好不好啊？各位赶快开诊所啊，现在世界大乱啊，因为现在人就忙于手机啊，世间的这些欲望啊，金钱啊，大家都已经迷茫了。那我们难得点的这个光明灯，我们要把自己这个灯告诉别人，你也可以点亮你自己啊，你只要把点灯的方法告诉他，你只要保持念佛念法念身，你要修什么都可以。像我这样，我每天都在跟时间抢时间呢、啊。我们有一天时间够用的啊，所以时间对我们来讲很宝贵。十分钟、五分钟，可以多讲一点佛法，可以多一点修行。所以各位不要浪费时间，每天在滑手机，咕咕咕咕咕。我也在滑手机啊，但是我是为了佛法，我没有在喜欢看什么啊。利用手机可以传递佛法，但是我不想浪费一分秒的时间。啊，所以各位要体悟无常。那各位养成习惯，请问刚刚在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有没有看到佛陀？要很认真观想哦，药师佛哦，阿弥陀佛哦，弥勒尊佛，十方诸佛遍法界虚空哦，供养他。各位要开发我们心灵的力量，佛性啊，养成习惯。我们华人的好处，哎呀，我们连对大伯公、拿督公都很尊敬啊。还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啊，所以呢，这些护法善神事实上都存在的，非常有福报，他们也皈依三宝了，所以他们也要想要成佛，所以只要你在修学佛法，走的是正路，他就很高兴来护持你，因为他护持你，他就会得到更高的境界的福报。就像天上的神，如果去供养持戒的比丘、发菩提心、菩提心的比丘，他可以升更高的天啊。所以各位，只要你安住在法，然后呢，真实在修行，这些护法圣神，你不用烦恼，他每天都帮你排得好好的啊，你会觉得你只要专心的修行，利益众生，其他你都不用烦恼，这样来礼请护法圣神。希望大家时时刻刻跟世界众生连在一起，好不好啊？连在一起，当然你最好做个观想，比如说你在这样在比的时候啊，布施给他们，同时你要比什么？他们的痛苦啊，都给我，我的所有功德、诸佛菩萨的加持，通通给他们了、啊。
那事实上你愿意承担众生的